命格星君要抽走青烟的元神，我想了想，只有这里最安全。你这龙妖，竟敢信口雌黄！命格星君是仙，不是妖，他为何会要青烟的元神？我警告你。 玄阳真人，以后请你帮我照顾好他。青烟是我昆仑弟子，我自会照顾好他。青云，把镇山之宝拿来，将所有弟子集齐。我要集众人之力设下结界，任何仙妖不准踏入我昆仑山半步。是。在此之前，我帮你去拖住他们。 玉石龙岩，你我这千年情谊，只要我得到元神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统领这三界。你要是敢动青烟，我定会让你灰飞烟灭。枉费你我这千年情谊，看你的了。 他不会醒的，就算他醒了，也不可能饶过你。毕竟他今天这样是拜你所赐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师傅，送我回来那个人呢？你现在不宜躁动，静下来。 师傅，你快告诉我吧！你不说，我自己去找。师傅，你放开我！青烟，送你回来的根本不是人，而是龙妖。师傅，您知道他是龙妖？ 你没有伤害他吧？他接近你根本就是为了你的元神，还好为师发现及时，未让你遭到毒手。师傅，这不可能，他保护了我几百年，他不会伤害我的。为师跟你讲的话你都忘了吗？人妖殊途。师傅，我们之间情真意切，他中了七伤咒，我一定要去救他。你被他迷惑了，为师不准你再去找他。 一个人在房间吹清新曲，好好静一静吧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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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我出去，师傅。 你中了七伤咒，若此时再擅自动用法力，便是自取灭亡。此去定是一场恶战，但能拖一刻，便是一刻。
注入结界，若没有了内丹，也很快便会死的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拼尽全力来生物的。若他醒来后问起你，我该怎么回答他？让他把我忘了，就说其实我是为了元神才接近他。你就不怕他误解你？只要能让他不再想起我就好，我不想让他活在痛苦之中。贫道惭愧，往日的偏见太深。师父，你放我出去！师父！